接下来关心境外的乌克兰难民，现在已经有360万乌克兰人逃出国境，1/5乌克兰的儿童离开家乡，而留在国境内的人，从消防队员到一般民众，都把握每一分钟。 恪尽己能，一起团结救国抗敌。乌克兰重新定义什么叫战斗民族死守的勇气，而且保护弱者的温柔坚定，也让国际刮目相看。子弹不长眼，这位基辅消防员马上蹲下。扫射完了是空袭，这支消防小队队员们靠在墙角喘着气。不远处建筑被炸冒烟，他们必须赶去救人间灭火。 3月23日，俄军持续无情轰炸基辅，但想到其他遭炸的更惨烈的城市，基辅这位前拳王市长鼓励市民撑下去，首都是精神指标，不能倒。10枚炮弹打中这社区的5栋住宅，所幸居民有伤无亡。人行道上、居民车里都满是碎玻璃，车身与墙面都是弹孔，显示地面部队曾在此激烈枪战。基辅民众继续坚持对抗，装上简单的心门，扫干净碎玻璃。一群金属工艺艺术家在租来的展览场里开工，先尝试做小型反坦克路障。 Сейчас это буржуйки, бронепластины, вот жилеты шьем на швейном цеху. 钢板缝进战术背心里，做成防弹衣，尽己所能协助战斗。I never had an idea to flee. 艺术家们制作的贴纸上，圣母玛利亚也扛起了反坦克火箭筒。爱自己国家的方式就是留下来共存亡。 利沃夫的废弃工厂里，因腿伤退役的爆破专家尤里正在教一群没拿过枪的平民如何使用 AK-47 步枪，还有800人等着上下一期的课。In 2014, I don't have such trainings. We train in fight. That is why we lost a lot of our friends. 此时没人再计较要受多久军训。 顶多7堂2小时的课，在废弃工厂中学习防守建筑物的城市战技巧，然后就要成为志愿军，面对俄军。20岁的麦克斯是学员之一。战争发生前，他修读国际法，但现在俄军侵门踏户，国际法没办法保护他的国家。We are warriors, and we must be ready to protect our children if die for good things for my country. Yeah, I'm not afraid of this. 大人能把生命献给自己的选择，但不懂事的孩子何辜？同样在利沃夫火车站里，竟是等着挤上车逃往波兰的妇孺，要给孩子一个活下去的机会。Пустят ли нас животными, но оставлять умирать животного оно не понимает. 拿不了行李，却舍不得抛弃宠物。哈尔科夫来的一家10口人，带着狗与仓鼠挤上火车，坐在车厢间。 想起留在家乡打仗的父兄，少女神情凝重茫然，盯着窗外荒野景色，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国土。2小时车程后，孩子们开始了难民人生，从心爱宠物喝的水到手上的玩具，都是受人施舍。仅有的被单变成简单摇篮，2个大人在街边哄孩子入睡。家住在移民办公室旁的波兰小女孩，打开窗把自己的娃娃与糖果递给乌克兰难民。对于这些人忽然没了家的原因，似懂非懂。 华沙火车站内外睡满了露宿的乌克兰难民，每个人原来都有家。Your mom stayed in Kiev. Yes, and my father and brother. So you had to leave your mom and dad. 不到10岁的小女孩表情无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呼吁各方关注的就是这样单独逃难的女童或少女。Херсон. У вас был страх? Ну да, трошки есть. 就怕他们露宿街头，成为人口贩子拐卖的对象。车站志工急着安排难民转移到暂住点，颠沛流离就此开始。坚强是乌克兰难民唯一的选择。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